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好，我们要这次玩的游戏是 FGO 哈。然后这款游戏其实台版好像已经出了两年了。然后最近看到影片，觉得这个战斗方式还不错，所以来体验看看。不过这款游戏应该是没有语音的。然后我有查一下这款游戏的评价，好像说前面几章的剧情不太好。模拟战斗，好，所以应该是练习战斗吧。有点久。训练用的。训练用的魔偶，然后选择三张指令卡，点击选取指令卡。哦，谁先攻击就是 Q 什么 ？Touch。血数有点多，每回合有五张指令卡，卡片类型为随机分配，选取顺序越后面的指令卡加成效果越大。 OK， 这是卡片的意思啊。那上张指令卡都选同一个充值的话，追加攻击次数的 BRAVE try 什么，好，回念，再去 try attack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算是大招了吗？这样攻击有点慢呢。选择 weak 的指令卡可以带给敌方。好复杂哦。刚刚打一场仗都要花多久时间啊？天哪！绿色可以获得额外的暴击星，红色该回合攻击力提升，蓝色是获得方位宝具哦的 NP。OK， 暴击星啊。好，快赢，快赢了，快赢了！从此的 NP 累积到100%的时候，宝具指引卡出现，请点选誓约胜利之剑。Battle finish。我要选第二个，你干嘛舔我脸？萝莉，你是？
哦，这边都这种游戏是没有语音的哦。性别选哦，我可以选女的哦，是不是？啊啊，当然是选女的啊，选男的干嘛？Go go go！ 啊，这对对对。加勒迪，我没训练过。梦游状态，
好，前面剧情算是跑完了，那我看一下这个紧急任务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好复杂啊？第一节燃烧的城市，所以那个火灾怎么发生的？这个叫声。变狱主了，莫名其妙就变狱主。哎，他怎么变这样？嘎嘎嘎嘎嘎嘎，是这样吗？来吧，我们一起干爆他！这应该是那个刚才那个宠物吧，福福。背头腕，好丑哦！啊，只有一个人哦。这打得赢吗？这不能加速哦。无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太棒了！可以指定目标吗？哦，现在我会衰弱，我放全体伤害。轻轻松松，好像战斗速度快一点啊，稍微好一点。下一步，人类最强兵器，好，走走走。好。任务完成，圣经死一个。现在都只能打这些哦，可能要先打完，要不然不能做一些其他的操作。
好了，我们这张过完再结束好了。可剧情还蛮庞大的，说实话。戦闘です。マスター、指示を。両下パイ行きます。ふっ、倒れて。了解で行きます。行きます。ふっ、倒れて。見事な采配です、先輩。
牛若丸、まかり越しました。武士として誠心誠意尽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フィオナ騎士団が一番よい。ディルムッド王子、推参いたしました。これよりあなたに使えるサーバントとなります。アーチャーダビデ。僕はやるよ。かなりやる。僕はアレキサンダー。アレクサンドロス3世でもいいよ。もちろん他の名前でもね。あら、ずいぶんと可愛らしいマスターなのね。私はマルタ、ただのマルタです。きっと世界を救いましょうね。好、哦，召召唤美女编制。为什么只能选他，不能选他吗？还是那个召唤都是固定的？应该不一定，应该不是吧？为什么只能放一只？好了，我们这集先这样了。希望每当我频道主播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更新影片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次看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个章节吧。助阵哦，随便按。任务开始。是助阵的人可以选到很强的人吗？看起来是这样。没有啊。隐隐约约，那说明那个不重要啦。
先打就对了。我觉得我 loading 好久哦，怎么那么久？我还要打两场。哇，我的队友好帅哦！我队友好像很强哎。招式好烂哦！应该直接秒杀吧？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？还好吧，我没有很过分啊，我没有虐他、啊，我这样虐他吗？没有嘛，好爽。申请。阿普拉斯，
登录奖励第一天，所以哦，这边给按了，这个什么 ？OK。五月兑换券。龙之牙，随便换啊，换一个。好嘞，关闭。我的剧情很长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吧，然后就可以这集就结束吧。我可以学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早说嘛，早说嘛。好，先这样。哎，我升满了。OK， 那这个先卸除。卸除。七七七。这个一定要放吗？好像一定要放哈。零七。好，就这样。按自动好了，这样就不用一直点滑鼠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前面这几张就是在讲一些这个游戏的开头发生什么事，然后中间就有一些怪物来打扰你，那我们就清除怪物，就这样。哎，我不是有带四只吗？奇怪。
妻子不开心，跟我们暴躁了。这张打完就结束吧。如果剧情是这样子，会有点单调，哎，有点小无聊。哇，这好帅哦，这只。那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夏を楽しむためにも健康には気を配りましょう。水分と塩分補給はこまめに行いましょうね。報酬獲得です。大切にしましょうね。这是一些 OK 基本任务啦。OK， 好了，
这里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频道，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打开通更新片，就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